欢迎收看《霹雳英雄同乐会》。大家好，我是孙敬凡。Hello， 大家好，我是穆婷。穆婷，这礼拜超热的哦，真的，我看每个人都进入夏天的感觉，对，每个人都晒成肉干了，对不对？对。那天气这么热，怎么办？该怎么消暑嘞？吃冰。啊，这太重要了、啊、对，夏天的季节来了。对，说到吃冰的话呢，你有什么特别的选择？小时候的话，我比较喜欢吃炼乳系列的。哎、真的小朋友呢？对，红豆牛奶啊，加炼乳啊，或者是上面、啊、对，然后上面可能再摆一些水果。哦。但随着年纪增长，你增长了，我甜度慢慢的在下降。我感受到了。你是甜食怪兽，你还跟讲？我要加炼乳，没办法。好，总之呢，现在呢，我比较能接受，最喜欢的是黑糖刨冰。哦，这个也是我很爱的。对，算是一个蛮经典的款。一定要加荤桂吧？对，我告诉你，跟大家分享一下，我黑糖刨冰上面要加什么料。哦，来，大家可以就是对，大家可以跟着。第一个就是一定要是黑糖荤桂、嗯，一般的荤桂不行哦，要黑糖的。那另外一个就是粉圆。啊、我好像都喜欢这 种很有口感的，会吃饱的，训练牙口的，咀嚼肌会长大的。那第三个呢，一样就是像地瓜圆或芋圆这一种、哦，那也是很 Q 的耶。对，那第四个呢，我觉得是重点，因为有些店家他会熬那种蜜芋头，对，很绵密的那一种，哇。甜芋头真的太棒了，咸芋头都是邪魔歪道，邪魔歪道，不行不行，不行我个人口味问题，个人意见请上下字幕，对对对，不代表本台立场的，是是是、okay ，但是有些店家可能就不会煮的那么绵密、嗯，那我这时候呢就会选两个黑糖粉桂，给我两份 ，Q 上加 Q 这样子。对，那小艾老师呢？我记得我刚上来北部的时候啊，觉得那个料很奇怪，那个冰只能加四种料，对啊，我们都选四样料啊，只能四种哈、哦。No，、嗯、在我们南部地区呢，在高雄的话呢，八宝冰就真的是八样哦。八样也太多了吧，已经是主餐等级了吧？便当等级了，对啊。其实里面比如说有什么薏仁啊，或是绿豆啊、哦、花豆等等哦。而且我觉得南部的冰比较特别的是，它的料处理的比较干哦，嗯，所以你那个冰放下去之后，冰会化成水嘛。相对的哦，到时候你吃那个料的时候，不会那么快就变得比较黏糊糊那样子哦，比较刚好，还是有口感。对，我最近还吃到一个我很喜欢的冰，秀林冰啊。是刚才那个我们彩妆师说的吗、嗯？因为它就是在清冰里面呢，再加一点桂花蜜啊，嗯、还有柠檬汁，然、哦、后、欸、好有画面、哦，那就会变得酸甜酸甜，对不对？嗯，这时候再盖几颗刚煮好的热乎乎的汤圆上去。麦克公，我要离开了。花生跟芝麻馅料的那一种，嗯、哇，神奇耶，很好吃哎，真的。你是不是在吞口水？是。而且今天讲那么多吃的，你知道为什么吗？我们今天的精品里面有带到一样。对，我们先让小艾老师解解瘾头。我的心头好，我怕他等一下就把它吃掉了。我已经扑上去了。你现在是不是很想直接进入节目？那还等什么？马上进入到今天的《霹雳英雄同乐会》。掌握武林大小事，公开庭上万事通。欢迎来到《霹雳公开庭》。今天一开始要跟大家介绍的呢、依然是我们 LINE 的原创主题。我们好像上个礼拜才刚介绍有关于仓的主题哈、哦。对，上礼拜是仓，也是一个很温柔的紫色。是。那在之前几周呢，我们有推出过疗愈的蓝色。海蓝色。对，就是我们的逸天玉。那跟逸天玉本周呢、跟我们逸天玉最难分难解。怎么可以没有它？这辈子搞不好下辈子都会纠缠在一起的人物，一起吃火锅，好伙伴是谁呢？就是我们的淼淼淼风云，是我们本周推出的 LINE 的人物呢，就是他。对，那这一次呢，除了可以收到这个一般版的淼风云之外呢，其实他旁边你可以看到有另外一个，就是汉族版的这个淼风云、而且呢，他随身常常携带那个可能一定不能缺少啊，就是那把伞，对不对？对，因为他。逸天玉是他的天，是对，所以他那个伞然后挡住一般的天，哇，那印象很重要，他看不上眼，是对。那除了那把伞之外呢、我发现我看到他那个钱包的图示啊，很在意钱包的图示，对啊，那当然啊、是他还带一个善财童子，是他的侍童，对不对？对对对，在小跟班、那如果那个淼淼在购物的时候，侍童要负责把钱拿出来，把信用卡掏出来的。我在想他这样可能有点感受不到购物的乐趣吧，可是应该也是会有一个尊荣感，你知道吗？对了，毕竟是汉族嘛，对不对？想的可能跟我们不太一样。那详细情形呢，请大家喜欢的话呢，请上霹雳网上来查询喽。接下来要介绍的精品呢，就是我们的霹雳面色纸立牌文件夹组，好特别哦！我跟你说，我们每一次名称。
都已经把这个精品的特色全部讲出来了，一听就知道是干嘛的。没错，所以直接就可以知道内容是什么，那就是我们的色纸立牌。嗯，所以呢，你打开之后呢，会有像这样子的一个板子。嗯，我觉得它这个做的非常的精致，而且图案印刷都很精美，精编。对，它还镶金边，孔金哎，对对对。那另外呢，它这个打开来，小艾老师手上有。它刚还没煮起来的样子，对，所以呢，你睡着的样子，对，所以你拿开来呢，它就是一个板子，那你也可以单收藏这个板子就好了，对，那或者是你也想要把它立在桌上，嗯，让它陪伴你的话，是，就可以再把它煮起来。像我个人就很喜欢，你知道，摆立牌在我工作的那个场合啊，坐在旁边，这感觉就是很疗愈啊。对，那这一次呢，你把立牌拿出来之后啊，像是说你可以把一些文件啊收藏在里面，然后放在你的包包里面就带出去咯。对，而且它设计的好可爱哦。对啊，那就这种画报的方式。嗯，那这次总共有七个款式哦，像我手上这个就是香柳芽跟冰灾雪，那你那边呢？啊、有用外套，非常漂亮的外套的冰灾雪，我讲到他把那件送给我为止。我相信他会啦。对，那我手上的呢，就是我们刚好介绍过的渺渺渺风云，那当然也有汉竹版的。对，另外呢还有黑白弃天地，然后也有剑谪仙，对，剑谪仙还有岳无缺这个兄弟档，对，大家都可以找到自己喜欢的款式，那大家就上霹雳网上面来做查询咯。从刚才录影呢，我就期待到现在，我终于走到这一趴了。我知道啊，你茶都泡好了，在旁边我看到了。没错没错，就来啄我们今天这个特别的精品啊、哦，是，就是我们跟这个火星猴子做了一个小联名款干的联名款，这是今天我的大重点。哇，你那个，我看你那个嘴角都藏不住，对，藏不住笑意。没错，没关系，你先等等，你先等等，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盒子。是这一次的联名款，我觉得太可爱了，为什么、因为大家可以看到是 Q 版的浪屋摇，好可爱、哦。那另外重点是什么呢？就是火星猴子造型的商不换，这什么意思呢？不知道是不是在暗示我们商不换有点不修边幅？我不知道，不是我说的。我也很喜欢商不换，我也喜欢大叔，赶快灭火一下。两个都很喜欢吃饼干了，这样讲好了。对，那真的太可爱了。所以呢，如果这一个饼干吃完了之后呢，它其实也可以拿来当做一个收纳的盒子，对啊、一个铁盒，很有质感，好可爱哦。好了，你可以进入饼干的部分。终于我老师我可以吃了吗？对，我准许你。终于放过我了。内容物的部分我们要交给专家来评断。我先来吃一个抹茶的好了。哦，你喜欢抹茶？没有，事实上我刚刚已经试过巧克力了。他已经吃过别的了。是。那这一次的口味呢，总共有四种。对。对，有抹茶、原味、咖啡跟巧克力，基本上都是一些蛮大众的口味。但我觉得其实这一种口味啊，虽然基本，但是你要做的好吃，也是非常重要的。那如何呢？很好，这边不甜。哇，你很快就下定论了。因为不甜，因为真的没有很甜，我很不喜欢太甜太甜，很腻，你知道吗？啊、哦，我也是。其实我觉得很多人都会说啊、甜点就是要吃甜啊，不然呢？来一个吗？好，我来选一个。好了好了，我刚刚已经其实也偷吃过原味的了。那我就来试试看巧克力的。好，我跟你说，其实啊，虽然说甜点一定要甜，可是也不能太甜。因为你要可以一直吃不腻，我觉得它才算是一个好的甜点，是吗？小艾老师，甜点老师。我吃完第二个再给你报告，可以吗？你先好了。对，我觉得，因为我刚刚吃那个原味的话，它奶香跟甜度都会再上升一点。是。那它因为加了一种比较苦的巧克力，它不是苦，只是说它的味道比较层次比较多，是比较大人系的。对，很好吃，而且又甜度又更下降了一点，我觉得更刚好。对呀、配茶可以配咖啡，不好意思，太好吃了，我讲到口齿不清了。配茶可以配咖啡，都很好，我崩溃了。如果你跟我一样很喜欢甜点的话呢，现在立马上霹雳网上来查询喽。好，马上进入到今天的武器试点。今天这把武器呢，真的很特别。
特别是呢，我们这个铸件师，我们的信一啊，特别用心。对对对，帮他做的时候呢，还帮他想了很多很多特别的点子、哦。对，这样讲大家应该猜得到了，就是剑飞道所持有的道剑相望。说到这把剑呢，因为它剑体是白色，是它搭配这个剑飞道本身的这个个性啊，还有它的气质之外呢，当时信一在设计这把剑的时候呢，上面还设计了很多里里扣扣的东西。哎，有什么？比如说什么道灯啊，哦、盖了一些像小房子的东西在上面。听你这样讲，它快发展成一个社区了吧？便利商店就对，有一些便利商店这样的，太用心了。是，那而且我刚刚有说到，信一就是这把剑真的非常用心，还特别帮剑飞道设计了一个招式，是一个招式叫做“道雪先成一剑灯”哦，你看。信一放了多少心血在上面，对不对？对，听起来就很厉害。好，那今天透过我们镜头再次重温这把剑的英姿喽，马上进入到今天的武器试点，道剑相望。道剑相望。持有者乃万界纪年的一代游侠剑飞刀在死后复生的新身份，在看似沉稳的性格中，却有着对邪恶不容肆虐的正义之心，因而在幽都魔流剑探西奇等势力颠乱武林时挺身对抗。刀剑相望，剑身灵巧，轻如鸿毛，雪白设计呼应着剑飞刀整体造型，特别在剑柄更是别具巧思，特别以道灯作为灵感设计，呼应剑飞道“道雪先成一剑灯”的武学奥妙。威神萧红正天正，横空，音速，这些高峰铁剑，武将之兵，正义寸断，起来！你，今日就爱我死，也走你！我魔红的天红，这秒之刻，将飞刀不提反进，就是一生我死。杀机，批评。苦尽中原多灾，经历各种动乱后，江湖侠女有志一同，组成邀月仙阁，以女性为主力生力军，协助竞玄客对付七大神秘，与再出江湖的剑风云、谭无欲等人，在武林上调查潜伏于武林的新神秘，团结了红尘雪、翠罗寒、乔天宫、剑狼爷、风霁月、叶飞天、独梦君这七位侠女。洛神红尘雪，唯一擎江山楼之主，亦是引流左丹峰之主，秀丽儒雅，脱俗貌美，善琴棋书画，学识渊博，更具慧心兰直，是少见的隐士才女。不仅拥有天子枪的身份，更有着剑中洛神的美誉。其武学脱胎于父亲天剑老人的极丹峰，练就自成一格的偏丹峰。就看你继承天意如人，多少本事好，春风踏雪斩江红，好，好。
偏风凌乱，天阴正气，凶手一时想要无人提问。利落的武装搭配单锋剑弦，惊鸿七式招招真的非常。玉手九针翠罗涵，在名人堂留名的顶峰剑者之一，亦是寒暑六绝原创者，豪爽好胜，恩怨分明，柔美的外貌下有着刚强直接的性格，对自己有兴趣的事物必要探究到底。发声披剑走，剑功火球龙，一身幻力剑骨修流，汹涌的海涛，此时汹涌的剑意，双手间金气满天攻流。好、海中神物，凝将龙气千龙龙，披灵还光，剑下清风，切袭龙条截断，水雾中剑气凌山。你是剑意不从，我可有自己一招关剑不就行？冲！剑法超群，剑意绝美，其绝学九针剑法乃御剑成风中，剑气可化九种针刺形态，更能以剑行医，现其玄妙医术，令人赞赏。芙蓉住客巧天宫，江南春信之徒，武林四大名手之北柱，真实身份为东练，练清明雨霖铃，其携宗恒子之妹，铸剑功力一流，以补天烈著述闻名，总自称本府女，惬意居于青埂山，刁蛮古怪，伶牙俐齿，我行我素，喜爱阅读耽美书籍。青天神境之人，芙蓉渡劫，品人出脚，信手成交，因人靠丹风，剑法停留多变，恶意紧随失意丢下之策。十工采芙蓉，难得多风采。采集有一水，说是在欢度。品人传，如今虎背，提扬春兵，剑气新顺，正是技巧断压，绝技空前。头上的发簪拔下后，可化为丹锋剑，在丹锋上的造诣一身。风歌墨剑狼爷，风魔剑上缺之女，个性强烈，神秘危险，剑法高超冷杀。轮杯风云是魔陆第三夜，为圣母九阴所释放，于天正龙战中出战紫夜吉邪。听听，来低调。精穷不断，江秀没用，一起把我比气毛对杀，有千一气息，犹如呼吸。这龙侠相恩，如今骑行飘香，西湖不超。好，杀我就我九霄先生，江湖侠修成九霄拳魂，江龙侠要修成作秀。红英棍，红魔一击送，顿时胸将之精，魂胸不败。随后便积极调查风魔异变的真相，
因而结识了子夜吉邪、孤星泪，三人相挺相随，一同闯荡，历经变故，得云魁及红颜相救之恩，如今为武林奉献一份心力。陈星风霁月，乃宇宙之牢的主事者之一，也是绝代天骄的义妹，身披孔雀衣，手持波羽炉，性格稳重贴心，举止风姿轻逸，因众天摇地一案，故而找上一齐行协助。天官一人，不是一心之处，有风不向，就传风不复心。为什么你也是来的？你的平安是我所谓观望。为什么你永远选择牺牲自己？一生真正是你，你的一生一祸，我为恶人所用，竟害了一生。况且我心中实在愧疚，该何为呀？此事让我赎罪，我占有母亲的灵魂碎片，对她有一定的了解，就有机会阻止这一切。理由如何？只要找出母脑，我就可变那万分之的机会，改度使用。都不行了，遗憾间以他同归于尽，你行为只是你牺牲。哦，你不欠一生，过往总是我必修好，静静看你完成所有事。这次，请你在此等我，快解开我许多，不可最公事。一生你在吗？其实我一直对你心仰慕，一种不惜付出自己的全部，守护重要的人，但这次，请让我守护你好吗？不可啊！不欠一生这一次，你也听我的。成为魔使众化之一，受其控制，恢复后因一齐行之恩，四处奔波找寻让义兄恢复的方法，并受净玄客所托调查武林谜团线索。广寒神女叶飞天于公界盛会天宫狼神台获选之高手，英姿飒爽，刚强好胜，能凝泪为冰，动气成剑的功者。何家何君永远无悔，心无不心。一剑寒勇六鬼松，一剑射出如六鬼鬼松，无勇一动，来军而作兵锋。受玄真君的请托，代为守护离愁谷，而难遇剑者狄侠快剑为其所爱。即便狄侠快剑逝去，亦无丧志。难遇战事平息后，与洪尘雪等人继续为武林奉献，挺身而出。哈哈哈！哈，是了吧？刘灵翁剑剑小锋，幻星拉长剑锋，独步。走江湖四浪，一道山峰顶一望，残影夹刀锋，神志不凡，刀手威利，如芒中影，幻中仙，手竿三段劈云一望。啊！夜照地落，挥袖三望。啊！断定东华参谋，公欢不离生死雄将。好，好，好，啊！再加上浪迹江湖的刀客独梦君，独梦君英气勃勃，重情重义，多年来一直找寻下落不明的妹妹，如今因正义感加入邀月仙阁，是正道的新助力。组织介绍邀月仙阁上集，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花莲六千万亿上宝，真敬受人的带领去安全之地。平和武林也有恁这班武侠，成立也有成果，众人才有地方安心哦。是吾家本该祝福武林，众人无说这般气气。这拢是死感恩之下牺牲者，请众人节哀顺变，且为体一愿分析这场剑客的重要关键，不能让众人牺牲白费。果然又是黑风，看来不是卡合。邀月七叔一同铲奸除恶，勘察近来的灭门事件，兵恶渐温，卷土重来。不仅针对协助过剑谪仙的诸多门派，更寻上剑狼爷夺取其魔剑。这红雷好，攻击棍好，好，无边正义，万魂复兴，一关剑气很是轻松，作势如有异性，吸入剑门小剑气，剑气再生。东京分析算是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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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于是叶飞天、崔罗涵决定护送剑狼爷前往易水澈找寻医者救治。之后在易天玉医治下，剑狼爷体内剑气被导出，方得无碍。而风霁月则前往向一骑行探问关于冰恶剑温的线索。冰恶剑温当然剑该一处好剑，是孙武所兵封剑下。古人知晓兵的剑温是从何而来，为着有剑地方求兵的剑温，兵的剑温一出，万刃一锋。那是剑界最黑暗的时代，无数剑者甚至误之剑，对剑产生了质疑，弃剑者更是不可胜数。后来，他们是江湖不晓得，阻止了兵的剑温的扩散。但兵的剑温为何消失，至今仍是一个谜。除此之外，最近武林有一股机枪特别注意，梅红大地突然一片乌暗，就会出现一股寒霜剑气，是兵的剑温出现的征兆。想未到已经心思用。用是周亚的千里不归路，为搭救江南春信，星格女侠借由月无缺所提供的方法驱除剑温，却见邪君引地阳而出，一时僵持。此时卷收天倒影再临，破除邪君伪装奸计。根据谭无玉的三方布计，由叶飞天、翠罗涵、独梦君相助易天玉此路，三叔合作无间，对战汉族哨兵。一阵地依旧一风硬刻别花印好三叔领袖硬刻前花印有着性功用出现。贵宗教是你高林彼此也不动心，一秒之间，忽闻有龙王中飞剑红，见风云受邪君针对，龙涛冰城、红尘雪、风霁月亦及时到来护守众人。邀月仙阁面临各方战事，总是义不容辞前往相助。冰恶剑温重卷，影响甚大。直受其害的剑狼爷焦急不安。就像你当兄出入，应该都有心。
当初众人心里先过，谁要共为天下尽力，但如今减恩西游，能行为减价，却毫无抵抗之力，又不能有所突破，那又将如何阻止这乱世海种种悲剧？若是如此，已经不该心急。何况咱现在的人也不知病的减温，不忘了先过心里的初衷，咱将来都不是孤单之人。所此刻徛在咱身边，拢是支持彼此的力量。各位，多谢你，我知影这条命全来众人奔波所救，这份温情感动下英明母女。小霞，你这是做什么？拢是自己的人，何必气头？众人该情同姐妹，相互扶持本是该然。各位，我有一个提议，听你一方说以前众人为姐妹，莫非是希望咱终结艰难？这是不知众人的意思如何？仙阁的诸位女侠彼此安抚心绪，这份情谊引起他们义结金兰的想法，一片欢笑中，七叔合招为信，虽非亲生，却是暖及胸臆。众人心怀羁绊，相互扶持，与姐妹们同赴战场，为苍生奉献，毫无畏惧。但江湖武林险恶，风波难止，叶飞天、崔罗涵前往风云流缅探查，却遭劫脉飞蛟袭击。听尽力将这把克急速之人，一地对手惊天，相助用将之灵一扑相迎，武魂曾经嘻嘻吧，有魂等身，两地交流如饥如食，金花攻势剑气如饥空天高，飞檐如钉相助两地再添新火力。就这样，那可是要让人失望了。再穷不争，一剑寒勇来为送。好，将秦刘怒目还龙，一交锋威，人间怒目破寒勇，还龙同将。定要记住，皎洁难缠的武学让两人一时难以招架，飞蛟更将两人用以同伴夺取之用，让他们混入妖月仙阁卧底，成为正道隐忧。另一方面，陪同谭无玉前往探查盛唐的独梦君竟遇上失踪已久的妹妹，受后荣改造成为性格冷酷的杀手煞子烟。你为何要为我动下那一招？您进入圣堂究竟有何目的？子烟，我终于找到你了。前几年你过得好吗？卖胡言乱语，回答我的问题。你认不出我吗？我是佳佳，你是小妹出之烟哦。我叫煞之烟，但非你的小妹。为什么？为什么你会变成这样？没关系，无论你变成怎样，佳佳，佳佳拢一定会救你出去。你自信拢难保。也想救谁？难道你的指望伊伫同行的迄个人吗？但不用，恁终于转了。伊正在来此的路上，伊我方也在做下准备，但他走到落榜了。谭先生，多谢你，
是我拖累你咯。那这样呢？为什么你无将伊一并换回？抱歉，因为我丢马不足，我必须交外。除了自杀，也多了一人，叫做杜梦君。在谭无欲分析下，杜梦君晓得以大局为重，却也难以见到青梅如今处境的心情。不久后，崔罗涵独自回归，众人不疑其由。红尘雪为叶飞天前往找寻秒风云，却见杰麦飞蛟、血色塔剑杰同志，三方混战展开。高桥清水寺，尽在社交内网。狼要该来路。一波前样要会干净，这手无踪。神龙会军一波成人，剑甲顿转不飘，直向青龙剑。哦，你和青龙剑对妙红军出手，此人究竟是有实力？有时间思考。不该变质牛。靠不顺，但见水门不分，一再降松级，一处妙红滚，行化天路。你跪该路。不是这个，红衣说不义成真，是一出糗。三方混战再开，青鸟出动，敌军高峰瞬间进一步突围。青鸟相依相敬，孙勇破关接连脱手。好，好，一剑猛攻，一射不中，变化自在轻巧。帮球。之后，随着青玉镜的到来，更是局势混乱。僵持间，秒风云便提出三方交易之约，由海市龙灯为中立，协助中原正道兵破血色塔、汉族杰脉护翼，各取所需。看似公平，却又是一次的心计智斗。江南春信、叶飞天皆落入敌方手中，却也不愿他们取回物品，造成日后大患。仙阁众人皆十分烦忧，心思各异，而未来妖月七叔又将遭遇什么危机？下周请继续收看《霹雳英雄榜》组织介绍《妖月仙阁》下集。欢迎回到霹雳英雄同乐会。今天的霹雳特辑呢，要带大家来看到的就是我们的戏偶见面会。而且这次很特别哦。没错，这次非常特别。特别的地方在哪里呢？在它的地点。这次我们选的地方呢是西罗服务区。这个太赞了。对，因为我觉得很多休息区啊、服务区，它都会结合当地的特产、是美食等等的，是让大家在休息啊的时候就可以看一下说，这边是特色是什么？ 对，而且这一次我们这个西罗服务区的戏偶见面会呢，也可以说是为我们每一年在云林举办的偶戏节来打头阵的感觉，一个暖身，对不对？对。那像我本身呢，有时候去公司开会，会开车下去，要回南部的话呢，你会发现很多一些驾驶南来北往的驾驶，最需要的慰藉就是什么？真的，就是服务区跟休息区。对，有时候你到这个服务区之后，你点杯咖啡，好吃个便当。你会总觉得这个视觉上少了些什么？如果说你的视觉上有一些更增加一些色彩的话，这是很棒的。所以我觉得把这个戏偶的一个见面会办在这里，真的是太特别了。对，不管是戏迷或者是说想来认识霹雳的朋友，都是一个很好的机会。那这一次呢，听说当天盛况是非常非常精彩的而且还有那个南人湖的小剧场也在现场有演出。
好，那就马上进入到今天的霹雳特辑，活到真霹雳西罗服务区霹雳戏友见面会。今天要带大家来看的地点很特别，是在我们的国道西罗服务区所举办的戏友见面会，而当天也是我们2021年西罗服务区偶戏节开幕，也可以说是为了我们每年十月的云林偶戏节打头阵。现在透过我们的特辑来看一下当天盛况吧。国道一号西罗服务区推广云林在地传统艺术文化及农特产，连续第八年办理国道偶戏节，今年主题为国道真霹雳，由霹雳群侠搭配上多位霹雳 coser 为大家拉开序幕。不仅如此，我们也邀请了素环真、缥缈月、气天地、风秀主人、玄霄太子、绮罗生等多位惟妙惟肖的 coser， 把在地文化等用短剧方式呈现给大家。西罗服务区也于1978年成立，南仁湖公司于2013年服务至今。随着这一条通往南北的高速公路通车，也开启了交通的新时代。这个休息站也为了提供路过的旅人一个休憩、补给以及各种需求，应运而生。南站为结合云林境内丰富物产设计的道场，与各乡镇农会策略联盟贩售云林地方的特产。北站则结合了西罗当地的文化特色、布袋戏及武术文化之主题，并规划出农村风情之景观，为的就是让旅人们能够领略浊水溪所孕育出的丰饶物产以及深厚的文化能量。就像西罗服务区一样，布袋戏的世界也是现世的人们重要的心灵休息站。就让我们各自努力，
将布袋戏的故事持续的说下去。而在活动当天，也是我们的母亲节期间，霹雳群侠更是广发康乃馨，与大家在现场一起同乐，并且与现场的朋友们一同合影，为当天的活动留下美丽的句点。好，那再来进入到今天的哈烧新偶像。今天这个新偶像呢，也是本档潮林雀的要角，是个女角，她就是谢芳菲。她其实有点忧愁忧愁的，对，因为她带着一个赎罪的心情来的，然后进入到我们这个万院同归。但是她遇到了这个西明书狂之后呢，这个西哥就帮她把这个开关打开了之后呢，哎，她整个人就放飞了，什么放飞就放飞了，没错没错。所以你会发现呢，他武功好像也变好了，那个 HP 呢也提升喽。对，那其实我觉得他真的是一个很坚强的人，对，他其实很聪明，但因为他的坚持，所以他们全家都搬到七郡，是。结果因为这个莫商天报的关系，导致家人都离开他，应该很后悔搬家吧。对，所以他很自责，那也是因为这个原因，他才进入这个万院同归来赎罪，我看他这样，我真的是觉得很舍不得。身为女性的你也感觉很舍不得。对啊，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也不全是他的错了，但是没办法，他一定会把责任揽到身上。那还好，他后来还是有稍微解开这个结，是，对，比较走出这个阴霾。我看他换了个造型之后，哎，脸部线条好像也比较柔和一点。比较柔和了吗？对，比较不会带着一直带着很忧伤的那种感觉。是，那现在剧情走得很快哦，已经来到了这个潮林雀的下半部了。我相信很多喜欢的朋友呢，应该是很关注他的哦。好，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哈烧新偶像谢芳菲。谢芳菲，面容幽怨哀愁的柔弱女子，情绪内敛，七郡的幸存者之一，在莫商天报的威胁下，家人皆不幸罹难，唯有自己独活，因而认为家人的死是因为自己的任性导致，而有强烈的负罪感，为了赎罪而进到万院同归，并借由替游师无方拖车等外在苦行，减轻内心的自责。直到为了调查猎头人一案，接触到少阳君等人后，才逐渐敞开心房。但在神子双厨的诡计之下，意外得知少阳君的真实身份，激愤之下一刀刺向少阳君。万院同归覆灭后，承接秋生刀，成为秋生楼主，刀法尽展一日千里。后遭君子兵心所擒，引少阳君前来救人。从藏渊阁脱困后，得知西明书狂与冷香魂死讯，怒然寻上古魂官职，并成功将之斩杀。他能顺利替西明书狂报仇吗？他与少阳君的关系又会如何发展呢？敬请拭目以待。节目又到了尾声了，那接下来呢，要为大家揭晓每周五的 DVD 封面抢先看。本周的封面人物呢，就是我们的香六鸭，还有非常忧愁的丑散人香哥。是，那接下来会有什么样的剧情发展呢？大家要继续锁定我们的霹雳潮林雀才会知道喽。好的，再来要公布大家非常期待的有奖征答题目喽，要注意听。刚才提到香六鸭嘛，哎，对，今天题目呢就跟它有点关系喽。请问香六鸭把地狱鸟的心骨藏在何处呢？大家心中应该都有答案了，赶快扫描我们节目上面的活动 QR code， 登入活动网页留言参加抽奖，就有机会获得我们的霹雳精品哦。那当然，你也可以像以往一样，在霹雳台湾台的粉丝团上面留言，也是有机会可以获得霹雳线上看的免费序号。那更多霹雳的最新讯息呢，大家可以继续锁定我们的霹雳英雄同乐会，或是上霹雳网上面都可以做查询哦。那当然也别忘记，我们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在每个礼拜天的晚上8点，请你务必要锁定喽。不小心错过的话呢，也没有关系，我们每周一晚上在霹雳的 YouTube 频道上面都可以做收看哦。希望你会喜欢今天的节目安排喽。霹雳英雄同乐会，我们下周见喽，拜拜。